全新女团本月少女出道啦！一个月公布一名成员的特殊宣传法，成功获取满满关注。终于，他们在20日举办出道 showcase， 充满少女们清新活泼的舞台，让人看了会心一笑。女孩们也被问到当成榜样的团体，回答令人出乎意料呢。저희이달의소녀의롤모델은희나선배님입니다걸그룹아니라희나네걸그룹분들도물론 많으시지만、네、저희가희나선배님이라고생각하는이유는요、네、희나선배님께서는장수그룹이시잖아요저희도꽤오랜시간을멤버들과함께했으면좋겠다라고생각을하고요、네、30년50년60년100년까지같이해왔으면좋겠습니다네그때이앞에있는기자님들이보실까요哎呀这有点悲伤的话就别提了不免俗的还是要来一下一位公约吧음악방송에서1위를한다면팬분들이원하시는장소에서저희가게릴라공연을하는걸로공약을걸겠습니다祝福女孩们能走上花路喽